现在夏天唔知要去到位佚佗，家己自特别规划独家游艇，和大朋友、小朋友都会当来遮放轻松，好好啊佚佗。家己自购物节现在正在的举办当中，家己自政府特别邀请民众到家己哪遮哪设计享受购物的乐趣，可以当带特邀旅馆抽大奖。市区阁有真侪特色风景店家提供着咖啡含点心，含百年家己公园、树木园，暗时啊阁有南潭。的水埗是热天小暑佚佗的好去处。嘉义市为着迎接暑假来到，规划一系列老在个趣味的活动，予大大细细拢佮意。包括特当暑假，大朋友、小朋友拢真期待的科学性书《科学一六八》教育博览会，将在7月19号到23号在江北体育馆登场。另外，嘉义市立博物馆嘛，邀请具有幼教专业背景的小丑亚米，伫咧暑假期间，总共有4个礼拜6个下晡，伫咧儿童厅进行探索家园故事剧场。伫咧8月初3，阁有分文补习，要伫市立体育场带来盛大的皇冠公演。目前嘉义市购物节嘛，伫咧闹热举办当中，欢迎民众到嘉义消费抽大奖。进入暑假的夏天，一天气温比一天高，你想好要去哪里避暑了吗？推荐你来嘉义市，因为有巷弄美食，还有甜食冰品，最棒的是到了晚上之后还能到蓝潭欣赏全国最大常设性的音乐喷泉，以及最近刚完工的嘉友铁马道，夜间的光环境非常美丽，绝对会让你拍个没完没了。最棒的是我们嘉义市的 U-Bike 现在优惠前30分钟免费到今年年底，这么棒的好康，请一定要下载爱嘉义 APP 来一趟嘉义市的夏日小旅行。嘉义市政府欢迎游客下载爱嘉义 App， 市区公车路线含及时动态 ，U-Bike 的点位地图，各有旅游游艇的建议，停车场的停车位等等的旅游资讯，拢会当轻松来掌握。搁再搭配着悠游卡、一卡通等等的电子票证，会当免费坐市区的电动公车。U-Bike 2.0仅30分钟，各有优惠10元，延长到12月底为止，欢迎民众多多利用。到嘉义市来游览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小山，嘉义市彩虹报道。别问我为什么停下来，好吃好逛又好拍，因为来。